他们谁，亲手把这孩子交给你，该你养啊。你可别告诉我你不舍得，啊！我可告诉你，你得知道，这孩子不姓佟，也不姓安，除了你和冯霞生的孩子，其他孩子妈都不认。妈，您别说哥了，这孩子是我弄丢的。 要抓就抓我，我就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抓我。你看这孩子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你说，警察同志你好，我来自首来了，我把孩子给弄丢了。谁的孩子丢了？是我把孩子弄丢了，不关我哥的事。我问你，谁的孩子丢了？是我哥的孩子，啊不是，是我哥捡来的那个孩子。哦，那孩子我知道，叫小美。对对对。 你刚才说怎么回事？是这样，小美呢跟我儿子在一个车上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这小美就不见了，就剩我儿子一个人在那哭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但这绝对是我弄丢的，跟我哥没关系。大白天的，谁敢偷孩子？诚心丢的是不是？哦不，不是不是，这怎么你家的孩子没丢，人家孩子丢了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找去啊！ 快快快去！你们先回家，我再去找找。哥，我要跟你一块儿去。我也陪你去，天太晚了。你们回家，家里有孩子，要不妈妈要着急了。你哥说的对，浩浩太小了，晚上会哭着要你的。我陪你哥啊。 瞎扯！谁卖孩子？一看他满嘴的油，就知道他有钱了。孩子肯定是他弄走的，把孩子都哪去了？我不知道是啥孩子。 小美在哪儿？妈妈，苏三，小美在哪儿？妈妈，苏三，哎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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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我要是为你好嘛！哎呀，宝拽，宝拽，宝拽，难看的很，难看的很！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大嫂子又是那么好一个人，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你把自己的婚事给耽误了，我伤心嘛！看看我和童燕，再看看你俩，我难受的很。 爸，你咋又来了？爸，你还打呢？你还打？
杀人了，杀人了，大舅哥，你都把我塞井里了，你还打，你还打吗？你，那孩子是我的，还给我。你们这就不讲道理了，这孩子说卖给我们不后悔，不找后账。你看，这才两天，你们就变卦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卖这孩子，我们并不同意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如果你今天不把这孩子还给我们，我现在就找警察去。别，那什么，彭三，你把那100块钱还给我。100？你快点把钱拿出来。钱我花了，要钱没用，要要命一条。你呀，好好想想，这家不错啊！你看啊，虽然人家是农村，有房子有地，条件比你好多了。哎，小美要是在这家啊，那就烧了高香了啊！你看，你呀就顺水推舟，把这孩子就留下了。一来呢，哎，你也对得住托付孩子这人呢；二来，你不喜欢孩子吗？喜欢孩子，跟安凤霞赶紧结婚，自己生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是，你看这大哥是个明白人，我敢拿身家性命担保，啊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抚养这孩子，就像亲闺女，那是一模一样。放心吧，别跟闷葫芦似的，表个态吧。大林子，大林子，你想怎么着啊你？问你呢，你想怎么着？哥，你也真是的，你为了一个野孩子不管不顾，你要把妈给气出病来怎么办？大林子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都快40岁，已经不是20岁的毛头小子了。妈跟你说。不管这孩子是怎么来的，是人家托付你的也好，是你自己心底善良也罢，你为这孩子啊，该给的，不该给的，该做的，不该做的，你都给了，都做了。
你总不能为了这个孩子，把妈给折腾残了，把这个家给折腾残了吧你？妈，妈，别生气了，你把身子给气坏了啊！滚，滚滚滚，你给我滚！这孩子你要不送走，你就别回了。滚滚滚滚滚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哥，我说你就不能给咱妈赔个不是吗？啊，你这样把她气死啊！哥，滚滚滚滚，你别让我看见你，你快滚吧你。嫁给你图什么呀？我不就是图你老实、本分？可是你，你看你干的这些事儿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？原谅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不糊涂。看看你啊，像个逃荒的。哎呀，我来弄，我来弄。哎，你说这老马家这条件多好啊，孩子到啊，舒服极了，你非给弄这儿来遭罪，真是。哎，我要是那孩子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坚决不给，我一脚踹过来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要把这孩子当成亲生闺女来养吗？啊，豁出去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有一条，还多个累赘。你说人安富侠怎么能跟你呀？啊，我现在见了安富侠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哎呀，说了半天了，说句话。这孩子太小，命太苦，不容易。他不容易。不是谁心疼你呀、啊？
啊，一个哑巴。你不用再说了，你上班去吧。嫌我话多了是吧？我都烦我自己了，我天天在你这叨叨叨叨叨，我都快成老太太。哎，对对对，说起老太太，我得说啊，哎，你得为你家老太太着想嘛，这么大岁数了啊，指着你好好找个媳妇儿，好好孝敬她几天，是不是？你还能孝敬几年？你跟我说，你还能孝敬？好了，你去办公室，你再说我头大了。我走，我真是我上辈子欠你多少钱，这辈子还不清了，我就。哎，看着点火，这是仓库，大哥，啊，这是。啊，大爷你好，我是童林的妹妹，我哥让我来这里上班。这活你干不了啊，我们可是招男的。大爷。我下乡插队的时候，我什么活都干过，我能干。子清啊，你烧锅炉能行吗？啊，我能，我可以的。哥，哎，煮面条呢。哥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。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牛肉。香，真好。哎，你别给耗子吃，耗子在家吃过了。你别，哎呀，不用了。哥，我今天去上班了，谢谢你啊。这个工作是我找战友帮的忙。我知道。烧锅炉的工作不是女人干的活。脏太累，没事儿，哥，我一点都不怕累，只要有活干，我跟耗子能在这里生存下去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哥会想办法再找个好工作给你。没关系，哥，这活呢干得了得干，干不了也得干。我知道你帮我找工作很不容易，我今天又去了托儿所，人家根本就不收耗子。我的户口回不来没关系。可耗子的户口回不来，别说是托儿所，小学、中学都上不了。别急，耗子也是我的孩子，我可以照看他。你每天在这上班，看仓库又要看小美，多累啊！没关系，我喜欢耗子。我知道你喜欢耗子，耗子，咱们回家了啊，让舅舅好好吃饭。来，走了啊，哥。车前面。
否严重，为严肃规章制度，经常委会决定，给予佟林同志开除处分，并依管理条例追究经济赔偿。原谅料长田胜利同志擅作决定在先，发现问题未及时制止在后，经常委会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大舅哥，大舅哥被共产开除了！冯森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，闭上你的臭嘴！哎呀，是真的吗？厂子都传开了，说你哥在仓库用炭火盆做饭，把仓库给点了，烧个一干二净呢。哥，哥，妈，妈就是听说你被工厂开除，一下受不了就晕过去了。哎呀，大夫，大夫怎么样？很遗憾，病人是突发性心脏病。我们尽力了。你是说他？
哥，妈都走了，你现在哭有啥用？你说，你就为了这么一个捡来的孩子，把妈给气的。仓库少了，工作也丢了，婚事也吹了，你说你这是为了啥？你值得吗？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。妈，你要把家交给我？不行，我不要钱。这有20多块钱，都拿给你。哥没脸住在这儿。哥，你别这么说。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在这儿对付一晚上吧，啊！不用了，天嫂，不能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我走了。哎呀，别走了，佟林。哎呦，小佟，佟林，老田要是问起来，我怎么说呀？真行，一举多得，三下五除二，连房子们全是你的了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好好好，我滚，我滚，我暂时滚。你还不滚？呀呀，夹住头了，我咋滚嘛？滚！哎呦，这个婆姨劲儿还挺大呢。你的就是我的。
不是，你这弄得乌烟瘴气的，你走吧走吧，赶紧跟我回家去。啊，这儿挺好。哎呀，小美也受不了啊，走吧走吧。不去了，不能太麻烦了。这驴脾气又上来了呢，去不去？不理你。耗子，妈妈要去上班了，你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，啊。饭在桌上，饿了你就吃点。记住妈妈的话，不要乱跑，知道吗？妈妈下班了就回来啊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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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！我跟你说。你记住妈妈的话，一个人在这好好的，知道吗？站住！多少钱？一毛五。行。舔着这个脸到处去给你找工作啊啊！你在这烧上破烂了是不是？都靠双手吃饭，有什么区别？我看很好。区别大了。你是有技术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技术工人，你不是收破烂的。你这是糟践你自己，你这是。走走走走，我给你找了个地方啊，虽然跟咱们厂不一样，但是你干的工作都是原来的。走吧。走吧，你走不走？我还要照顾小美。好，我问你，你跟我走不走？我不去。佟林，我在最后问你一句话：你是收你的破烂，还是跟我去当工人？最后一遍。佟林，我以后再管你的事儿，我姓你的姓。
找你呢，这样，明天呀，你把小美啊送到派出所里边来，我给你找好孤儿院了。